啊，一透早大姐就落来啊。嗯。啊，人咧？啊，这早顿有我买。啊，大妈咪去病院看臭豆腐甲小叶姐。啊，我爸去上班。啊，爹哋应该还搁伫个楼顶困。无啊。嗯。我头拄落来的时阵，我有去大姐的房间看啊，拢个个无伫伊的房间咧。无。未吧？今仔日遐尼早就出门啊？哦。哪有可能？对。过来，过来。关大姐。你好。李伟，哎，小姐，小姐。啊！你要来找龙哥哥哦？对啊。啊，伊无在啦。无在。吓。伊人要好啊嘞，要找朋友。啊？嗯，哪嘞？啊，若无要去，伊两早甲我讲啊。嗯。啊，可袂到大夫院去跳广场舞啊？无依无事也袂少少。哎，迄跳广场舞迄阿姨啊吼，若无看到我，足失望的嘞。张大姐，爹地甲大妈咪即摆应该是无心情去跳广场舞啦。嗯，啊，不过爹地若是甲你有约，应该等下就回来吧，无你先等一下啦，哈。哦，好好好。你也要食早顿哦？啊，先吃，先吃，先吃，免客气。啊，张大姐，你食早顿未？不要不要。吃吃。来啦，免客气啦。啊，唔系啦，啊，无免我诶啊。先吃啦，免客气。哦，好啦。要给谁？我无客气啊。刘伟啊，哪去啊？阿奶晚上。啊，来。嗯，我把酒杯一直在跳呢。左眼跳财，右眼跳。嗯。没把灾啊！咱娶个是搁要有啥物灾难啊啦？不，一定是你昨无困好，伤忝嘛。好，那别讲。走啦，李委员，别烦恼啦。不管跳哪一边哦，面顶下骹哦，左边正边，喜怒哀乐，伊永远拢是新鲜。好，无代志，无代志，卖家己去搞家己。是。对。你真正就有喜感的呢。喜怒哀乐，是。啊，这跳财啦！啊，对啦。安尼想，就较安心嘛呢。是不是？无代志啊，因为来。这医院买的早顿嘞，啊，这头拄仔落落去的，嗯，你唔惊台风，摕落落去来给我吃。哦，啊无这样，加亏的病患你敢袂？你加亏呢？你嘛，你嘛去拜托的。无两个，我真两个要拍者。哎，你吃。妈，妈，奇怪，妈是离开啊？怎奈拢无声音？不要紧，我家己来。哎呦，你是卖叮当啦，让妈妈来就好啦。妈，我来做工，你无在。哎呦，啊你伫遮，我阁会用去倒啦。歹势啦，啊拄则妈妈无注意到，无听到你伫叫我。你是无注意到，还是你有心事？我虽然目睭看无，啊，不过我是当替你倒分担吗？哎呦，我哪有啥代志，阁互你爱替我烦恼。你到百元家啊吼，是不是因为阿妈生？哎呦，我真正哦，啥物拢瞒袂过你啊！哼，阿云，我是你生啊。嘿，妈，你有要紧无啦？讲需要啊，我替你哦，甲爸沟通者。你嘛知影，有一句话哦，还是查某囝讲较有效啦。对呢，你讲的哦，真正无唔对呢。啊，你爸爸哦，对你甲莹莹哦，着啥物拢好，啥物拢相信。啊，我哦，安怎讲，伊着安怎如啦。哎，
伊到即马，阁无要相信我呢。我昨晚哦，气甲气甲上马困啊。哈，你甲爸做阿母遐尼侪年啊，有啥物话实在袂当好好讲？就是讲咩？我拢几岁啊？啊，阁烦恼讲我会跟人走？拜托一下，我若是要走哦，我早就跟人走啊！到即马是要创啥？还是把我当作是啥物款的人啊？哈！我就迄当阵哦，趁伊要娶芳诶入门诶时阵，我就离开蔡家，啊，毋着好啊！即马拢八老查某啊，八五八送，先走三年。哎呦妈，你莫咧乌白讲啦！虽然我妈妈已经误会，啊，不过伊同款是遐尼啊美丽大方。我若是爸有一个遐尼好的太太，我嘛就无安全感的啊。讲到底，就是爸想过来哩。哎呦，你莫甲我安慰啊啦！是讲哦，你真正是你爸爸的前世情人呢。讲遐尼啊济，嘛是徛在你爸爸那边。嗯，我哪有啊？我讲是讲到话，好不？妈，你啊，想过看轻你家己啊，无好啊。咱即卖讲看卖，讲你哦，十个缺点。哈？你看，讲袂出来对无？啊，我即卖就当讲你十个优点哦。你哦，温柔婉约，善良体贴，又遐尼啊高主家，而且可以当甲厝内底摒扫甲清气清气，而且是一个好太太，嘛是四个囡仔的好妈妈呢。哦，什么人无介意你啊？根本就无嘛，爸是不是应该紧张？哦哟，你哟，这个查某囝，啊，拢什么时阵啊？还讲心情，跟我讲算笑呢？嗯，妈，你没烦恼过来目睭啦，医生就讲啊，只是暂时的嘛，对不？而且哦，我都要好趁这机会，和我的目睭安尼好好休困。啊，重新去感受这个世界，嘛不是一件歹代志啊。而且对我来讲，你的快乐是上重要的。我嘛甲我家己讲啊，所有代志发生哦，拢一定有伊的道理伫个啊。所以嘛，你就莫去甲爸结气啊，然后你哦，换一个角度去想，心情自然就会较快活。你讲的我哪会无了解啦？是讲哦，以前我确实是真介意千山，啊，不过即摆想起来，迄拢是青春少年时一段美丽的回忆，啊，即摆哦就是朋友啊。在我的心内，真正只有你爸爸，啊，不过就伊唔知啦。你看唔知，伊就是知影。不管是家己，还是这个家，拢足需要你的，所以唔才甲一个囡仔同款咧晒心地。哎呀，啊，佫我嘛，佮加上即个哦车祸代志，爸就认为讲甲亚马逊有关系，唔才家己安尼无欢喜。你花一段时间好好冷静一下，伊就会发现家己不对，伊就袂安尼凊彩怀疑。上好是安尼啦，伊哦，若是继续安尼甲我乌白如哦，我一定离家出走啦。是讲哦，迄查甫人哦，三十岁哦，幼稚一个哦，叫可爱；啊，即马有岁哦，搁安尼如哦，叫可怜啦。哈，你敢袂看着我的面子，莫搁甲爸生气啊啦吼？好啦好啦好啦，就看在你的面子啦。哎呦，妈妈哦，先把碗摕去洗洗嘞，哈。嗯，好。啊！妈，你怎了？哎呦哎呦，无代志啦，无代志，免紧张啦。啊，是我无注意啦，我来收收嘞，你先莫落来哈。哦，你要去挂掉呢？哦，哈，妈，妈。无啦无啦，免紧张啦，啊，我唔是囡仔，无代志啦。